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广智离家出走。每年的年终大扫除是全家总动员的大工程。你们大家过来喝点茶吧。啊，爸爸。嗯。大扫除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过你，原来你躺在这里偷懒呢。我刚整理好榻榻米的，让我稍微休息一会儿嘛。爸爸，你是不是在偷懒呢？好狡猾呀，我们也想悠闲舒服地躺着呀。烦死人了，大扫除什么的过完年再做不也是一样的吗？家里不大扫除的话怎么能过年呢？有这么懒惰的一家之主真是可悲呀。就是啊，可悲呀。总而言之，你赖在这里偷懒妨碍到我们大扫除了，哪儿凉快待哪儿去。哎，我知道了，我出去就是了嘛。好，我出去。什么个什么嘛，他们把我说的就好像是个懒鬼一样。没办法了，要不还是去小山那儿坐坐吧。不好意思，现在家里大扫除太乱了，进屋喝杯茶吧。啊，不，没事，我只不过是刚好路过这里而已，过完年咱们俩再好好喝一杯。嗯，真没意思。没烟了，今天真不走运呢。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没事的，你在打扫真的很有干劲呐。哎，我只是在跟这些孩子们说，一定要在春天到来之前好好努力。再见了。明明是休息日，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勤奋呢？小丸子，你这样做可不行哦。啊，一不留神就……哎呀，你们还没有收拾完吗？小丸子，不要总是这么拖拖拉拉的，给我手脚麻利点儿。好好。妈妈生气了，都是爸爸的错，牵连到我们了。行了行了，快点好好收拾吧。小丸子，你要是不快点收拾好的话，叫我怎么可能安心嘛。好了，我知道了。让您久等了。啊，对了对了，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优雅的一个人的时光。只会工作的人太无聊了，要像我这样，人在适当的时候偶尔要放松一下自己。你一直都是太放松了吧。好累呀，怎么做都做不完的。哦，妈妈去买东西吗？是啊。爸爸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爸爸啊，连钱包都没拿就飞奔出去了。哎，好了，在妈妈回来之前一定要通通打扫干净，知道吗？总共600日元。好嘞，走了。我怎么只带了零钱包出来？600日元是吧？好的，等一下啊，246。
勉勉强强挺过来了。可恶，还好我刚才没显摆点普尔曼咖啡，如果点杯普通咖啡的话就只要350日元了。多谢惠顾。哎呀，我要是不闹情绪，乖乖的在家里大扫除就好了呀。没办法，差不多该回去了。有这么懒惰的一家之主，真是可悲呀。就是，可悲呀。你赖在这里偷懒，妨碍到我们大扫除了，那凉快待哪儿去？不行，要是现在回去的话就太没面子了。我们快点回去吧，爸爸。好啊，妈妈一个人很辛苦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也太冷漠了，真的希望就算只有一个人担心我，来接我也好啊。嗯，那个是爸爸。那不是小丸子吗？太好了，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呢。小丸子，爸爸不回去你真的这么担心吗？那个嘛，不能说爸爸觉得大扫除麻烦就逃走了，你走后妈妈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爸爸的。爸爸是不是忘记带钱包了呀？所以没多久爸爸肯定会自己回家的吧。这样啊，原来妈妈是这么想的，那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回家的。怎么办？我一个人回去的话肯定会被骂的。我知道了，爸爸，我们一起走。哎，我觉得跟大扫除比起来，爸爸对我来说可是重要的多得多。小丸子，你就那么不想大扫除吗？什么？怎么连小丸子也自己跑出去了？就是说呀，我打算现在去附近挨家挨户的找找看吧。辛苦您了，爷爷。这孩子真是添乱。丸子他会不会跑出去找广志了呢？有可能啊，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还算好。要不我也出去找找看吧。算了吧，天都已经黑了。我看这样，先给他们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问问吧。肚子好饿呀。是啊。关东煮，好想吃。哦，对了，我还剩下50日元，估计一根的话还是可以买的，我们就一人一半吧。啊，我也带着30日元呢。太好了，小丸子，能买两根了。太好了，我开始吃了。爸爸。没想到关东煮的味道这么好呀。啊，都渗透到五脏六腑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味道的。我也是。你说大家现在都在干嘛呢？肯定在为今天白天撵我出去而感到十分后悔吧。就为了大扫除这点小事，唠叨说的有点过了呢。小丸子。年子在逛街吗？我们刚才去了一趟静冈，小丸子呢？哎，那个我。你肯定很期待今晚的节目吧？哎，今天百惠小姐会参加年末歌会里头的特别节目哦。啊，想起来了，年子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忘记了，差点就会愣了看呢。再见。再见。拜拜。那个爸爸，差不多该回去了吧。这个嘛，哎，真是拿你没办法，我骑虎难下，不能回去，不过会把你送到家门口的。爸爸真的不跟我回家了吗？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再见，小丸子。再见。啊，什么嘛，要是再热情点挽留我，我就会回来的呀。哎呀，爸爸。啊，对不起啊，爸爸。嗯，
白天我说的有点过分了。不是的，我才有点过分。爸爸和妈妈终于和好了，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咦，还要收拾吗？那是当然了，这样子的话，今晚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不快点收拾的话，可能就看不到山口百惠喽。啊！姐姐，你真是个魔鬼！这么多？什么？爷爷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就是说，他是为了找你们俩才出去的。爸爸，快去接他吧。丸子，丸子啊！哎，老爷子！可恶啊，好不容易烫热了酒，本来还想好好喝一杯的呢。最终，还是因为自己埋下的苦果。爸爸广志有家却不能回，老爷子，英家今年的圣诞蛋糕，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丸子姐姐，我把我想挂的东西带来了。嗯，爷爷想挂的东西？那个是装饰品吗？哎，爷爷怎么会挂这么时髦的东西呢？难不成是袜子？不好意思，爷爷的袜子的话有点儿……不是不是，那来，我就挂在这边了啊。嗯，这样就行了。圣诞老人啊，拜托您老人家了。被拜托这种事情，也会让圣诞老人很为难吧？爷爷。圣诞树上是不挂这种长条时间的哟。哎，可是圣诞老人，驯鹿啊！圣诞老人，驯鹿啊！驯鹿啊！所谓圣诞节，应该就是这样。那个是七夕的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啊，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我也变得糊涂起来了。别再找借口了。哎呀，装饰的真漂亮啊！妈妈，今年的圣诞节有什么安排呀？嗯，比如说去外头的餐厅吃大餐之类的。啊，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安排？要是不能去餐厅吃饭的话，总能在家里吃顿大餐吧？牛排呀，烤火鸡之类的好吃的。火鸡的话，这附近好像没有卖的呀。找找看，总会有地方卖的嘛。可不要小瞧清水哟。牛排、火鸡什么的都没得吃。为什么？小丸子，圣诞节那天是把成绩册带回来的日子，你还记得吗？也不知道圣诞老人今年能不能赐给小丸子一个学霸一般的头脑呢？唉。妈妈。圣诞老人又不是魔法师，圣诞老人不知能否赐给我一个头发浓密的脑袋。哎，爷爷，那么圣诞蛋糕呢？蛋糕总能吃到的吧？啊，蛋糕当然会有的。太好了，还以为会因为你的成绩册，这一次连蛋糕都吃不到了呢。所以啊，我也很讨厌自己的成绩册的。恨成绩册之前。是否应该先反省一下自己？哦，对了，妈妈，嗯，怎么了？这次啊，有种新的蛋糕，我想尝尝看。嗯，就是这个，叫圣诞原木蛋糕。哎，有这样的蛋糕啊？就像是圆形木头的形状，很漂亮吧？据说味道也非常好呢。这个我以前吃过的。嗯，之前我在年子家玩的时候吃过的。真的吗？嗯，真好真好。哎呀，味道是怎么样的？很好吃哦。哎，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嘛，让我来告诉你，能令人感受到圣诞快乐的美味呀。那是什么美味啊？真好，我也好想尝尝看呢。那么今年的圣诞节蛋糕就是它了。真的吗？妈妈，偶尔吃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很不错。这样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蛋糕店预定吧。嗯，太好了。第二天，麻烦预定一个圣诞原木蛋糕。好的，劳驾，圣诞原木蛋糕。好的，是要预约吗？这款蛋糕很受欢迎啊。啊，先预定20个蛋糕。快点快点，我们也必须快点订。人们对限量这个词一般是难以抵抗的。劳驾一下。好贵。妈妈，好像有点贵，可以吗？可以。本来以为或许会比普通的蛋糕贵一点吧，没想到竟然会翻倍。我的钱包里面只有3000日元，这下回去就买不成晚饭的菜了。让您久等了，您选好了吗？啊，还没。看起来都很好吃，还在犹豫。那您决定好了之后就请再叫我好了。妈妈，你为什么还不预定呢？不是这个那个。劳驾，麻烦订个圣诞原木蛋糕。啊，又一个。妈妈，那个要不还是买这儿的普通蛋糕吧，这个看上去也很好吃。为什么呀？我们不是决定好了买圣诞原木蛋糕的吗？是这样没错。难道说什么？姐姐，我猜大概是妈妈钱没带够。也是啊，已经快到年末了，处处都要用钱呢。啊，梦寐以求的圣诞原木，明明近在咫尺的。我知道了，就预定吧。太好了。劳驾一下，晚饭嘛就用家里现成的东西做吧。您决定好了吗？麻烦预定一个圣诞原木蛋糕。拜托你了。第二天，原木的预定已经满了吗？嗯，后来也去问了其他的蛋糕店还有没有，结果最后还是只能买跟平时一样的蛋糕啊。这样啊，太可惜了。要是能像年子家那样，我妈妈自己也会做蛋糕就好了。今年我妈妈她没有做蛋糕哦。哎，真少见呢。去买吗？嗯，是我自己做蛋糕，圣诞原木哦。哇，年子做的蛋糕。嗯，小丸子你也试着做做吧。不行不行，我家里又没有烤箱。其实不用烤箱也能做蛋糕的。诶，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蛋糕做法呢，也不需要用到很多材料。那也就是说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喽。真的吗？我也能做蛋糕吗？自己做圣诞原木蛋糕你做吗？嗯，年子也是自己做的呢，材料在这里。大部分的材料用家里现成的就行了，必须要买的只有这个和这个了。我回来了。姐姐，今年的圣诞节蛋糕是圣诞原木哦。嗯，小丸子说他自己做。小丸子做。到了圣诞夜的那天，难得我想自己一个人做个蛋糕的。要是全部交给你一个人做，我可没有那样的勇气吃它。首先是奶油，喂，干嘛？好好吃。然后是纯牛奶。
后放到冰箱里冰一下，调和味道，再装饰一下就好了。完成。圣诞夜晚餐之后，注意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圣诞蛋糕就要出场了。今年竟然是小丸子和姐姐，亲手做的蛋糕。哇哦，真了不起！我们很期待呢。姐姐倒是没问题，不过小丸子嘛，真的没什么问题吗？广志，开玩笑，开玩笑的啦。那么，请稍等一下。做好了吗？嗯。喳喳，这就是小丸子和姐姐一起做的圣诞圆木蛋。怎么？小丸子，这个圣诞圆木、圣诞伞木蛋糕啊，圣诞伞木蛋糕。无所谓的，圣诞圆木也好，圣诞伞木也罢，反正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嘛。好，切蛋糕了。啊，姐姐那块大些，你那块才是。虽然形状不好看，但姐妹俩亲手做的圣诞圆木蛋糕对大家来说却格外美味。跟爸爸一起高高兴兴去理发店理发，本来想剪成山口百惠那样，可这是山口百惠吗？还让我去买东西啊！爸爸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不知道我不想这样见人吗？难道你是魔鬼？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糟糕的厨师，敬请期待哟。